好，今天我们的题目是知道你是谁，基督徒在神家里的身份、地位和责任。这个题目呢，很大，往下加一个啊，因为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们今天我们给了你一个主要的经文，其中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什么？神差他的儿子来，使得在律法下的人被拯救出来，不再是奴仆，而是什么？而是儿子。那么既得到儿子的身份，而且这个儿子身份是个后嗣，是一个嗣子，在圣经里面的嗣子比中国人理解的嗣子要强多了。中国人理解那个嗣子啊，是收养的，好像不如亲生的。但是在圣经所写的背景里面呢，被收养的嗣子是那个收养者，那个父向天上的神起誓让他得到儿子名分，是不可被否认的。而自然生的儿子呢，却是可以被否认的，听着吗？所以我们得到的身份地位是非常非常好的地位。那么所以我们想理解那一段话，必须得理解背后整个的背景，可以说一个属天的一个，你可以说像一个戏剧一样，你必须理解这个背景，你才能知道我们现在是谁，我们该做什么。所以就是我们的身份和责任。好，前两天啊，我去看我的女儿，上一周啊，我是一个非常忙的一周，因为我有两个女儿的毕业啊，一个是从那个 UNT 的 Thames 毕业，一个是从 Texas A&M University 啊那个大学毕业。一个在星期四，一个星期六，所以我跑来跑去啊，全家跑来跑去，那个也是个好时间，很难得有这么一段，像是一个，虽然很累，但是像是一个假期一样啊。那么在每一个那个他们的那个授予学位的仪式上哈，他们都有个仪式。那其中那个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捧着一个权杖走，记得吗？大家看到没有？他们都捧着一个权杖，那个在，你像你看见英国女王，她坐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左手拿着一个地球，那右手带着一个权杖，那意味着说我有权柄统治这个地球上这块土地。那这个权柄是哪来的？当然是上帝赐的。那个学校呢，他们的那个学校的校长，他们拿这个权杖在前面走，然后那个教员在后面跟着，然后啊，这个原因是他们有什么权柄来授给这些学生学位呢？那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Board of Regents 一个董事会，他们授权给这个校长和这些教师给那些人学位，那些毕业的生学位。所以权柄必须得是从上而下来的，已经有权柄的把权柄分享给愿意顺服在他权柄以下的，那这是权柄的来源。所以我们在神家里面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是我们的权柄，是来源于我们顺服那位在我们以上有权柄的神，三位一体的神。Okay. 所以一切故事的开端都要从永恒开始，都要从那个自有拥有的三位一体啊，只有三位一体的神是自有拥有的，也就是说永在的。那永在跟永存其实有一点不一样，永在是按照时间哈，往过去数是无限的，往未来数也是无限的。永存呢是有一个开始，然后往未来数是无限的。我们的生命哈是什么样的生命？是永在的还是永存的？我们是永存的，神给我们有一个开端，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有永生，这个永生是永存的，是什么？没有结束的。但是我们在时间上有没有开端呢？我们是有的，对不对？神三位一体的神在时间上有没有开端？没有开端，他是永在的。所以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神自己向摩西介绍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所以我的名呢叫耶和华，耶和华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自有拥有的。主神就是圣子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这是圣子说他自己是
阿拉法就像是英文的 A 一样，欧米伽像英文的 Z 一样，就是说是第一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就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啊，我是昔在、今在和永在的。那如果是昔在、今在、永在，那就是它是无限的，它是永在的，是不是？既然是永在的，所以圣子也是什么？也是神，也是耶和华啊。那么，启示录里面约翰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就是基督的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存活的，我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是死过又活了，然后直活到永永远远，他是自由拥有者。那所以主耶稣在三位一体当中呢，是唯一一个能够死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是神，但他成为人，对不对？作为人呢，他是可以死的；作为神呢，神是不能死的，对不对？神既然是永在的嘛，过去、现在、将来，他永在，神是不能死的。唯有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人，他是神人，他既是神也是人，这两个概念合在一起。作为神，他无罪；作为人，他可以死。这就为什么他可以死来替人赎罪，不是赎自己的罪，因为他没有罪。哎，那么，讲到圣灵呢，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神是指圣父，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是指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神说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呢 The word of God 就是神的道。那么起初呢，太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不是？那个就是讲的是圣子。所以在起初的时候，创世的时候，你看见三位一体的三位都被讲过，而且那次序是什么？先讲的是圣父，第二讲的是什么？圣灵，第三提到的才是什么？神的道，就是圣子。嗯，这是很有意思一点。再往下面，请换一下呀。三位一体的那个本质和本性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呢，是一个本质和三个位格啊。圣父、圣子、圣灵按照地位是平等的，按照角色是不同的啊。圣父不是圣子。是这样，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啊，我的那个 slide 回头可以印给你们，你们不必照相啊。当然你愿意照没关系，我不怕。呵呵，就是你们想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我那个 slide 那个 PowerPoint。那么，这三个位格呢，所以圣父、圣子和圣灵呢，各自是一个完全的位格。每一个位格呢，是有思想、意志、情感的。啊，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都有思想、意志、情感，但是合在一起看呢，圣父的意志代表神的意志，圣子的思想代表神的思想，圣灵的情感代表神的情感。那么往下看一下那个图，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啊。三位一体的位格性可以这样来理解：圣父、圣子和圣灵是三个位格，但是他们合在一起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和圣父都有心、意、志，这是位格的全面的包括。心是情感，意是思想，志是意志。心是你感觉，是你的感觉；意是你的思想，然后你的理智，然后呢，那个志呢，则是你的决定，决定做什么事情。圣父的志呢，整体来看就是代表神的智，圣子的义就是神的义。这就为什么圣子被称作太初有什么道，道的意思哈，那个希腊文叫罗格斯 logos， 就跟那个 logic 逻辑那个字是一个根，一个字根，意思就是说是至终的真理，因此是思想。Okay， 那么圣灵呢？圣灵是他的心，就代表神的心。我们作为神以外的被造物来看，神的心就是圣灵的心，我们所感觉到的。所以圣灵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让圣灵感到什么？担忧，是不是？甚至会什么呀？消灭圣灵，是不是？哎，那就是圣灵，他是非常有情感的啊，他希望我们是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是得救的人，却不过圣洁的生活，他会为我们担忧，他甚至于会就不跟我们说话了。所以叫消灭圣灵，就是好像那个不再有相交，我们不会断绝关系，但是会把相交断绝。那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情感的位格。
这是三位一体的位格性。下一个 slide。 那么神呢，三位一体呢是像一个家庭一样啊，圣父、圣子和圣灵呢是地位平等，角色不同的。圣父的角色呢是永恒的父亲，圣灵的角色呢，这个可能比较新鲜，是像是妻子和母亲。圣子的角色呢是永恒的儿子啊，或者说是头生子。圣子和圣灵的次序有过改变啊，圣子在复活升天和坐在圣父的右边，那是转捩点或者是转折点啊。那个头生子那个时候成为后裔，后裔就是继承人的意思啊。在古代啊，那些君王，尤其是以色列和犹大的君王，他们曾经有过那叫父子共治，英文叫 co-regency。 Okay, co 是 together， regent 是统治，那 co-regency 就是父子共治啊，就是在孩子有的时候还没有到成年的年龄的时候，那个父亲呢把他那个儿子呢放在他的右边，就所以呢就是他们两个王相当于是，但是有一个相当于 senior king， 一个是 junior king 这样啊。然后这两个王所有的那些国王代表国王权柄的那些法律呢都要有两个印，父的印和子的印啊，这叫父子共治。那么古代做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把那个儿子呢早早培养，让他可以适应做君王的权柄，然后等他真正成年以后呢，父亲就可以把这个权柄越来越多的交给他啊。在神家里面呢也有类似的事情，就是圣子圣父呢爱圣子，爱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他要创造宇宙的万物，要赐给圣子。圣子爱圣父，爱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他去顺服圣父，顺服到肯愿意付出他的生命，去为了那些被造的人里面得救得犯罪的那些去赎罪。然后圣灵呢爱圣父和圣子，以至于圣灵呢愿意去把圣子去抬高到与圣父共治的地位，然后呢圣灵就退居位后。就像家里的母亲和妻子和母亲要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人，然后让他在家里面做掌权者，那以后呢就退居幕后啊，做那个太后啊，那样的位置。所以你可以理解这些思想啊，我们为什么可以理解这些思想呢？是因为我们有位格性。可是我们的位格性从哪来的呢？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理解神家里的事情。神家的事和我们有类似性，但有不同性。不同性在于是神是神，是无罪的，我们是有罪的。类似性是因为我们都有位格性。这样有这个背景，你就可以往下走。圣灵和圣子的次序呢有改变，因为在圣子复活升天和坐在神的右边之前，凡是提到三位一体的时候，那个段落都是按照这样的次序：圣父、圣灵、圣子。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看到有个位置改变了没有？ Okay. 在创世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没有？讲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是谁？那是圣父。Okay. 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是谁？那是圣灵。然后神说，神说是神的道，是不是？神的话也是神的道，那是谁？那是圣子。所以这次序是什么？圣父、圣灵、圣子。然后在圣子耶稣他降生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父通过圣灵使圣子怎么样受孕然后降生，是不是？所以这个次序也是什么？圣父、圣灵、圣子。然后在圣子去他去受洗，从此得到能力，从此以后可以有能力去行神迹。受洗的时候，圣父在天上说话，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然后圣子呢然后受洗，然后他从水里起来之后，那这个他就有了能力来干什么？去行神迹。那以前他没有行过神迹，那以后他就可以行神迹。所以这个次序也是什么？圣父、圣灵、圣子。但是主耶稣他马上就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预言，他向人们向那些门徒们怎么样吹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是个预言，以后实现的时候呢是在他升天这个，然后坐在主的父神的右边之后啊。那个你就那个时间次序吧，是在他复活以后的四十天他升天，对不对？
升天以后呢，一般来说在圣经里面一个很神圣的时候是八天的时间啊，七再加一啊，所以如果你这个接受这是八天以后，第四十八天他坐在神的右边，第四十九天就是五旬节，也叫七七节，是不是？五旬节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灵降临，是谁差遣的圣灵？圣父和圣子一起差遣的圣灵。如果圣子要不坐在圣父的右边的话，他有没有权柄去差遣圣灵啊？没有，他必须要已经和父共治了以后，他才有权柄差遣圣灵。你也可以说，圣子坐在父圣父右边之后，第二天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作为与父共治的世界的王、宇宙的王，作为与父共治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差遣圣灵，建立教会啊，然后呢，预备他的心腹，是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对吧 ？OK， 好，这个是。圣子和圣灵的角色的转换，是因为圣子呢，他从以前只是儿子，自从他献身受死，然后他复活得荣耀之后，他的身份升高，成为什么？成为后裔，成为那个与父共治的，坐在父的右边的那宇宙的王。那么这以后，圣灵就退居幕后。次序转变，然后圣灵的工作现在是要为圣子找个什么媳妇，就是教会。你可以说整个圣经的故事就是神三位一体的一家要把儿子培养成继承人，然后为他找媳妇的故事。我们整个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明白了吗？ OK， 这就是我们的神家的地位。再往下一个，神作为家庭。下一个 slide 呀，这个是古代哈对于三位一体的经典表述呢有两个，一个表述呢是放圣父、圣灵、圣子，圣父是神，圣灵是神，圣子是神，然后圣子呢是用那个十字架啊，然后但是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这个目的呢是告诉我们，原来在圣子得荣耀之前，这个次序是圣父、圣灵、圣子，然后下一个呢？则是后来在教会时代，对于下一个 slide 啊，对于三位一体的经典表述就是这样的：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清楚吧？古代教会有两种表述，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有一个次序转换。再往下看，好，那么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一切的故事开始都是从永在的神开始，对不对？我们知道神是一个神，三个位格，像一个家庭。神的属性是什么呢？神是个灵。圣经只有四处讲到神是个什么东西啊？那个神是个灵，所以神是超越于物质世界的，他是伟大的。神是光，意思说神是圣洁的，全然无罪。那神是烈火，说明神是公义的，他必然要罚罪。然后神呢是神就是爱，说明神是有位格的和关系性的。那么爱的本体呢，就是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是完全的开放，完全的给予，完全的信靠啊。那么约翰一书里面讲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相信啊，我们也知道也信啊，神就是爱，在爱里面的就在神里面。哎，那么爱呢，什么是我的写的是什么？哦，爱的表现呢是会扩展爱。如果一个家庭是有爱的，如果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相爱，他们结婚，那么很自然的结果是发生什么？他们养娃娃，是不是？养娃娃的是结果是什么？是扩展爱，是不是？你把两个人之间的爱扩展到三个、四个、五个，像我们家六个，那个本来是想要两个，结果神给我们这个惊奇，又多了两个，所以。那是神的爱超越于我们的爱啊，对吧？爱的特点呢是要扩展爱。既然神就是爱，所以神呢要创造更多的可以爱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要创造啊。那么爱呢是给予对方所喜悦的，因此爱不强迫，爱呢也要求有自由意志。这就是下一个，为什么神要创造有自由意志的存在。下一个 slide。那么神的原来那个家呢是三位一体，只有三个位格。那么神现在呢把家扩展成大家庭，英文叫 household， 从 family 到
household。 那么神的把爱呢扩展到了被造物，他创造了宇宙，宇宙呢是物质性的和非位格的，这是爱的供应。神创造了有位格性的人，那当然位格里面含有自由意志，因为是思想意志情感嘛，那个意志，那自由意志是让你可以接受爱。然后神创造了人呢作为爱的对象，同时呢神还创造了有位格性的天使作为爱的手段。天使是神为了要爱人的手段。那么人类呢是神家的孩子，我们有物质和灵性两重性，如果是灵性在内物质在外，那我们说有灵魂体三层，或者说是灵性在上那个身体在下肉体在下，那所以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的魂在中间，那所以是我们的魂呢是在灵和体或者说肉体 与灵之间的永远在征战。那我们有这个物质 和灵性的两重啊，因为我们原来是来自尘土，然后神吹了灵气，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有两重性，所以我们有可能往上去，也可能要往下去啊。我们呢有神的形象啊，因此呢我们有内在的尊严。所有的人都有神的完全的形象啊。神的形象呢也可以被理解成，更广泛一点啊。因为神是存在的，一切存在的都有某种意义上像神，但那不是完全的神的形象。因为神是有位格的，所以有位格的都在某种程度上像神，包括天使，但那不是完全的神的形象。人是不光存在有生命，而且也有位格。人还有什么？人还有成为神家儿子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有完全的神的形象。那么宇宙没有位格的，动物有生命但是没有位格，那个天使有位格但是没有儿子名分，只有人有这个得儿子名分的可能性。因此只有人有完全的神的形象。我们既然有完全的神的形象，因此所有的人都有内在的尊严。这就是为什么生命只有神能赐，也只有神能拿走，没有人有权拿走另外一个生命，除非是神赐权柄，比如国家来惩罚恶，去杀死杀人犯，那个是神给的权柄，否则是没有人做的。权柄必须从上到下来的。我们有神的形象，有内在的荣耀。我们呢是个作为孩子的时候地位呢低于仆人，若是成为儿子呢地位呢就高于仆人。在神家里面有意思哈，古代的大家庭里边孩子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孩子是被仆人管的，仆人可以做孩子的老师保姆等等，那个甚至于去管教都可以。但是一旦孩子成年了，成为儿子了，作为继承人了或者后裔了，那个地位就高于仆人了，他可以审判那些仆人了，清楚吧？这是在古代大家庭里有这么一个改变，我们在神家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改变。我们也有可能高升，那与圣子认同，那样的话呢就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也可以降卑，如果你与堕落的背叛的仆人认同，那就要最后下地狱下火湖啊。所以我们是有两重性，可以升高成为至高和圣子合一认同，我们也可以降卑降到至卑与撒旦一起下火湖。这就是人类的这个特殊性和两重性。 OK， 再往下一个。那么天使呢是神家的仆人，注意这句话，这圣经里唯一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一个地方啊，就是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是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天使是服役的灵，因此他们的本质是灵，但么他们的身份是服役的，也就是说是什么？仆人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奴隶奴仆。那他要服侍对象是谁呢？是蒙选要得救恩的人，就是蒙选者，人类里面的蒙选者。要得救恩的人最后将来要成为什么？从孩子成为什么？儿子，对不对？那么这些人将来要审判这些天使，看他们服侍好不好。 OK， 那么三分之一的天使呢成为了堕落的天使或者说鬼魔，他们的首领是撒旦。这个三分之一是从哪来的呢？是从启示录十二章里面讲到天上要出现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带着十个冠冕，它的尾巴
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啊，那个天上星辰的代表天使，那个大红龙的代表撒旦，他带着星辰的天分三分之一拖到地上，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天使是堕落的。那从这儿计算出来呢，三分之二的天使呢是蒙选的天使，被神保守继续保持圣洁。注意，不是这些天使更聪明或者更圣洁，而是因为他们是蒙选的天使，所以神没有让他们堕落，让他们不可能堕落。所以天使的自由意志，你也可以说哈，是非常有限的自由意志。那个撒旦和那个堕落天使，他们使用了一次自由意志，从此永远不自由了，他们永远被罪捆绑，他们永远也不想得救。那么那三分之二的天使呢，他们是被神保守，让他们不能反叛，不能失丧，不能堕落，但是以后呢还要继续被教育，直到他们安心做神家的仆人。那回头我告诉你们谁来做天使的老师。那么在圣经里面的确讲到提摩太前书五章二节说，我在神基督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啊。所以蒙拣选的天使这句话是在圣经里出现过。好，再往下面讲，天使神家的仆人，这是一个神的家，这是一个房子啊。这个房子图像呢，你看上面是讲到神是这家的主人，有圣父圣子圣灵，然后旁边的两个呢是有自由意志的存在，一个是人，一个是天使。人呢是神家的孩子，将来呢要成为儿子，蒙选者要成为儿子啊。然后那个天使呢则永远是仆人。天使有两类，一类是圣洁的有三分之二，一类是堕落的有三分之一。那么在人类还是孩子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得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的地位比天使是高啊还是低啊？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地位低于天使，我们能力也低于他们，地位也低于他们。现在我们既然信耶稣和耶稣合一了，如果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的话，心腹与新郎是同等的地位，那么我们有神家的儿子的身份。现在我们的身份，虽然我们的能力仍然低于天使目前，但是我们的身份现在比天使是高还是低？高了。对，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改变，在神家的改变，对，这个大的历史的戏剧哈，你可以说。然后最底下是宇宙，那是就是物质的世界，是没有位格的。好，再下一个。那么罪是从哪来呢？是从天使因着嫉妒生罪而来。那本来有三个天使长，一个叫做路西佛，那意思呢是明亮的晨星，来自于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还有后来的那些一段经文，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还有后来的经文，都在讲起初的路西佛和他为什么堕落啊。那么他呢是和那另外三个类型的是一样的啊，说他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基路伯，是守护的基路伯。那么基路伯呢是管守护的，四活物呢是管敬拜的，还有萨拉佛呢是管势力的。那他们都是特殊的天使，都是最高级的天使，离神的宝座最近的。但是另外一个呢是米迦勒，米迦勒的意思是谁像神那样，是一个问号啊。我觉得神很有意思，给这个米迦勒起那个名字的时候呢，好像是在讥讽那个堕落的路西佛，因为他想像神那样，所以每次叫米迦勒都是说谁像神那样呢？大问号啊。那么米迦勒呢是五天使，他的身份是保守以色列，他是一个实践的天使。而那个另外一个叫做加百列，加百列呢是文天使啊，他是专门传递好信息的。路西佛呢堕落了，成为魔鬼撒旦，原因呢是因为他想做神啊。那想做神的意思就是他的意志超越神的意志。那神的意志呢是想让人类从孩子成为儿子，他的意志呢，魔鬼的意志就是想拦阻人从孩子成为儿子啊。所以他的堕落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嫉妒神给人类的设计和计划。好，下一个。因此就生出来罪，罪是先在路西佛的头脑里出现，然后呢他就变成撒旦，撒旦就是控告者，他就去引诱人类堕落。人类堕落以后，他在神面前控告说，你看你选他们是不对的，你看他们不配，为什么不选我，你选他，这个不公平，你知道吗？你要到处去报应抱怨不公平的话，你要记着，不要忘记，第一个说不公平的是谁？是撒旦，所以你在模仿他。
小心啊，啊，所以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公平的事情，所以你要老去抱怨不公平，你就是撒旦在影响你。OK， 好，那么人类呢是因着误信而入罪啊，亚当和夏娃呢本来是天真的，却误信了魔鬼的谎言，怀疑了神的良善，于是呢他们和神之间就有了距离，他们就堕落了啊。耶和华原来所造的呢，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当然神没有说这个，但是他一旦那个人跟撒旦开始对话的话呢，那人一定最后会被欺骗，所以就不要对话，他要跟你去说什么东西你就不要理他。那借着最后我们跟你讲，借着基督的名斥责他离开。然后后来 蛇对女人说呢，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okay， 这个呢就是说他们一个是引诱让人去变得像神那样如神，另外一个呢是控告神，说是神呢他是不良善的，他是怕人得到能力变得跟神那样，所以他不给人智慧。其实呢神早就有心要赐给人智慧，但是智慧是来自于什么？是顺服神呢还是背叛神呢？箴言里说什么？什么之后有智慧啊？敬畏神，敬畏神之后就有智慧啊。但是撒旦就把这些全都扭曲了，他说你可以背叛神然后你可以得到智慧，神不想给你智慧，其实神是在等待人时间成熟了再给人智慧。 okay， 要成长。所以呢撒旦一旦让人开始怀疑神的良善了，就好像你们家谁的孩子怀疑你是不可以信任的，那一旦那样的话你这个距离就拉开了，你就不再是一起的了，不再是同心的了，那就是人的堕落。然后女人呢就看那个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这个叫肉体的情欲，也悦人的眼目，这叫眼目的情欲，而且呢可以使人得到什么？得到智慧啊，那就是这叫今生的骄傲啊。那么于是那个女人就吃了果子也给男人吃了啊。那么在圣经后来呢总结，在约翰一书2:16里面总结说，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说明什么？人遇到的试探不过这三样。肉体的情欲是来自于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是两重嘛，灵跟肉体，对不对？肉体受世界的诱惑。还有一个呢是什么？眼目的情欲呢？眼目的情欲是你看见了就想要，这是叫做自私，也叫做这个贪婪。那这是那个如果说肉体是肉体，肉欲是肉体的罪，贪婪呢是你的自我的罪，也就是你的魂的罪。Okay， 然后你的骄傲呢是你的灵的罪。Okay， 所以你的灵魂体都会犯罪，也不过是这三类。Okay， 那么你要抵挡的也就是这三类。好，下一个啊。那么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亚当和夏娃呢，他们所生的后裔生来就有一个东西叫做罪性。Okay，也就是说呢，他们一旦遇见诱惑、贪婪、肉体和骄傲，那只要遇见他们就会堕落。Okay， 那不是你会不会堕落，而是什么时候堕落的问题。中国话叫，如果是糖衣炮弹足够大，所有的人都会打倒。Okay， 那就是你要多少钱的问题，看你糖衣炮弹要多大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罪性，就是人一定会堕落，只是时间的问题。Okay， 这就是罪性。那从此呢，所谓的自由意志呢就不再自由，本来是可以善恶完全选择的，你在堕落以后呢，你只能在恶里边选择大恶小恶，你不能完全选择善。就好像想行善的人，那些世界宗教里面想行善的人也都是想去买进天堂的门票，因此呢他那个动机仍然是自私的，他不是全善。okay， 所以人若不是成为基督徒，不可能成为全善，你只能在恶里边选择大恶小恶。自由意志不再自由，而是被罪束缚了。那个人的良知呢也被烫烙了，像被烙铁烫了一样，不再对罪敏感了。然后呢人的灵呢也死了，与神就是没有关系了。而因为罪性呢是从撒旦种下的，所以呢罪人呢被算作是撒旦的后裔。本来你是神的孩子，对不对？
你本来是天真的，但是一旦你里面种下了罪性，而那个罪性的种子是撒旦种下的，所以从此以后所有的罪人都被称为撒旦的后裔。耶稣对于 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你们也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他 是一个谎说谎的，所以 你们也爱说谎，你们做的事都是像你们的父。中国古代说是中国人呢是伏羲和女娲的后裔，是不是？哎，我们把伏羲和女娲分别画成人面蛇身的，然后他们在交尾，然后我们是他的后裔。Okay? 也就是说我们是龙的传人，自豪的时候我们是龙的传人。他们当然不知道龙的意思是代表什么，代表撒旦。Okay? 然后那个伏羲呢是堕落的晨光，路西佛原来是什么，明亮的晨星，是不是？伏羲就是什么，堕落的明亮的晨星，也就是谁，撒旦。Okay, 女娲呢就是夏娃。所以撒旦欺哄中国人说，你们是我的后裔啊！你看 是我和夏娃交合生下来的。那当然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那实际上是我们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但是呢我们里面有罪性，而这个罪性呢是撒旦种下的，因此实际上罪人的确是撒旦的后裔，除非你后来因信主耶稣被重生得救。好，下面一个，神呢因着爱除去罪啊。神呢，我们知道神是有完全的位格性的，所以他有思想、意志和情感。他的情感呢是希望万人得救，他的思想呢知道是人呢若不是遇见恶，被恶逼迫受苦，人不会转而追求善，因为所有的人本来都是罪人，我们是小罪人，只有你遇见大罪人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转而追求善的。神的思想知道这个，所以神的意志呢就决定留一部分人不被拣选，让他们去行恶，然后拣选一部分人呢让他们遇见大恶转而追求善，从而可以得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圣经的 一些方面讲神希望万人得救，另一方面又讲呢神主权了拣选的一部分的人让他们得救。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如果不遇见恶，我们绝不会追求善，若不遇见比我们还大的恶，因为我们要承认自己也是恶，然后我们遇见比我们还大的恶的时候受不了了，转而追求善才可能得救。这就是为什么神只拣选一部分人，不拣选所有的人。神仍然是爱，是仍然是他的情感希望所有人得救，但是他的意志是决定现实的。神的情感并不决定现实，神的意志，神决定的事最后决定成为现实。 OK, 下一个，那么神因着爱除罪的办法呢，是让圣子耶稣自愿去为人替死救赎啊。他本来是神，道成了肉身，因为他是从童贞女所生，圣灵感孕童贞女所生，他是没有罪性的啊。我们知道遗传病是怎么来的，人类的那个基因是有两条线，那个 DNA 是不是是一个螺旋，是不是双螺旋，对不对？你把那双螺旋打直了，就像一个梯子一样，那个梯子呢是两条，一条是从父亲来的，一条从母亲来的。Okay, 如果这两条里边在同一个位置有缺陷的话，也就是说这两个人呢是近亲，那么他们生下来就会有什么实际的遗传病。但是如果这两个人的基因都有缺陷，但是在不同的位置，那么每一个地方呢有好的有坏的部分呢，那好的永远是修复那个坏的，所以就不会生下来遗传病。这就为什么远亲结婚是可以的，近亲结婚是不可以的。Okay, 这是因为那个修复功能哈是 只对于那个在一起的那个伤害。那么主耶稣是圣灵感孕，所以有一半他的基因是来自于神的，是完全的，另外一半是来自于圣母玛利亚，他是不完全的，有罪性的。但这两个合在一起呢，一个没有罪性，一个有罪性，哪个最后成为现实呢？是好的修复坏的，是不是？所以主耶稣生下来是有没有罪性的呢？没有罪性的，因此他也没有犯罪。Okay, 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没有犯罪，他过了无罪的一生，他不必于死，那因为死是罪的工价嘛，但是他可以死，因为他是人啊。那他自愿的去死的呢，结果呢就不是赎自己的罪，而是赎了什么人的罪？赎了其他人的罪。Okay, 那么
他的他的替死救赎呢，他的功效呢，一个是可能性，可能性是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救，但是实际上得救的人呢，只有蒙拣选的人才能够信主，因为你蒙拣选了，这些人才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不是加入恶，而是追求善，这些人呢会得救。Okay, 所以只有蒙选的人才实际上得救，虽然主耶稣的死呢是为了所有的人而死，使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救，但实际上呢蒙选的人才得救。好，这就是神因着爱除罪的结果。下一个，那么得救者就得到什么样的身份呢？首先我们是圣父圣子圣灵每一个都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做了一件事，圣灵呢从再造了我们的灵，我们说我们有灵魂体三部分，对不对？我们的灵呢，在作为一个罪人生下来是死的，是和神没有关系的。圣灵呢，再造了我们的灵啊，让我们的从灵里，因此可以说圣灵生了我们。Okay, 那么圣父呢，则收养我们做神的儿子。Okay, 注意这个收养呢，是在古代哈，比现代的那个收养有更强的法律地位。现在老觉得收养儿子不如亲生儿子，这是中国人的想法，我们不能这么想，你必须要用圣经里边原来古代中近东的文化来想。在那个时候古代中近东啊，这个从巴比伦到后来希腊罗马，凡是一个父亲收养一个儿子，就是父亲向他们所承认天上的神去起誓，我要让这个人成为我的继承人，我的家产属于他，他和我等于是共治这个家庭从此以后。而这个起的誓呢，是不能够被否认的，不能收回的。亲生的儿子可以被否认有继承权，但是被收养的儿子是不能被否认有继承权的。可以看到没有，神对我们有多大的恩典，对吧？来，我们成为神的后嗣，是被收养的后嗣，因此是不能被否认的继承权。好，下一个，圣灵再造了我们，圣父收养了我们，圣子呢则是把教会当作他的心腹，要和教会结婚。那这个得到这个去共治，一起坐在宝座上，圣子将取教会做他的心腹，共坐他的共坐将来的宝座。而这个心腹呢，现在是指的是教会，是指大多数是外邦人啊，但是我们是因信基督，在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信他的人，这是基督的心腹。那么基督的心腹呢，在末世大灾难七年大灾难之前会被提，然后得到荣耀，然后七年大灾难当中呢，最后得救一批的以色列人，那时候所有活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叫全以色列得救。然后那以后呢，基督再来，哎，那所以那个大灾难圣徒是和旧约圣徒一样，都是属于同等档次的，而新约圣徒呢是最初的基督的心腹，但是在最后的永恒态的里头呢，圣经里讲了那个新耶路撒冷啊，是被十二个门和十二个根基来描述。十二个门呢，是用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来命名的，代表旧约圣徒。而这十二个根基呢，是以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的名字来命名的，代表新约圣徒。而那个圣经说呢，天使对于那个约翰呢，看说看，这是基督的心腹，在末世的时候基督的心腹，而说明那个时候基督心腹将会扩大，不光有新约圣徒，而且要把旧约圣徒也要加进来。所以神的恩典最后覆盖一切，得救者呢得到神的人，如神的儿子名分，因为你如果是基督的心腹的话，你和那个儿子是不是有同样的地位啊？对不对？是同样的地位。你怎么样得到神的义啊？因为你如果是基督的这个妻子的话，妻子跟丈夫的那个财产是不是是个人拥有的，还是这个共同拥有的？啊，在 Texas 这边，这叫 community。Property 是不是？一旦结婚了，所有的钱，除非你事先立了那叫 prenup， OK， 否则的话，所有的你家所有的钱都是共同拥有的，是不是？ OK， 哎，基督拥有无限的义， OK， righteousness， OK， 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你一旦被基督和以基督合一成为一家之后呢，他的义就算成你的义，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在神面前被称为义，神称你是义人，称你是圣徒。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到了，而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谁的义啊？主耶稣的义。Okay， 所以无论是从圣父收养我们，圣子和教会结婚，还是从圣灵从灵里生我们，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得救之后的结果都会有神家的什么的身份，儿子的身份，这跟男女无关，对不对？男女都是神家的儿子的身份，也就是继承人的身份，后裔的身份。Okay， 好，往下走。那么得救者以后，现在我们得救了，我们和其他存在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和天使的关系，信徒在未来呢将会审判天使。那个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说，岂不知我们将要审判天使吗？啊，那么堕落的天使呢将来要下火湖，圣洁的天使呢将要得到感恩，因为他们服侍了很好那些得救的人。那个信徒呢在今世呢则要抵挡鬼魔。雅各书里说，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那他就会离开你们。Okay， 他会逃离你们。Okay，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抵挡魔鬼呢？抵挡鬼魔，包括他们的头叫魔鬼，这是中国人没办法，我们把字翻过来，就是鬼魔代表 demons， 魔鬼代表 devil。Okay， 但是就是做头啊。我们怎么样来抵挡魔鬼？在今世，我们要使用我们因着信主耶稣得到的神家的儿子的身份。你既然是儿子的身份，你比仆人，无论是圣天使还是堕落天使，都高，是不是？所以你有没有权柄来命令鬼魔离开？有没有权柄？如果是你真信耶稣的，你有没有权柄对任何的鬼魔说，奉耶稣的名离开我？你有没有这样权柄？我希望你们真的信这个的，有没有这样的权柄？有，再大声一点，阿们。 OK， 你有这样的权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做得好吗？不是，是因为你什么？你信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和他合一，你就是神家的儿子，你有儿子身份，因此你比仆人高，你有权柄命令他们离开。Okay， 当然你有权柄的话呢，圣洁的天使你不用命令他离开，堕落天使呢他不会听你的权柄，他只信那些全能 power。Okay， 那你的全能，你的能力从哪儿来？因为你信耶稣的时候，谁进入你的内心呢？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对不对？圣灵的能力是创世的时候也有，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也有。既然创世和复活的大能都在圣灵里边，因此如果你认你的罪，请圣灵充满你，凭信心相信圣灵充满你，现在你就有圣灵的能力。现在你有没有全能来迫使鬼魔离开你？有没有？有没有？ OK， 阿们。 OK， 所以记住，你要在今世为主做征战，你必须要依靠这两样。第一是你的身份，第二是你身份是从圣灵来，是从基督来的。第二是你的全能，这全能呢是从圣灵来的。你要有圣灵的全能，你必须要认罪悔改，求圣灵充满你，这个时候你就有圣灵的全能。所以想象一下，那个鬼魔是罪犯，你是警察。警察呢要赶罪犯的时候，他拿两样东西，第一拿出他的那个章来，我是警察。坏人呢要看他只有章的话怕不怕？不怕。但是呢另外一样是有枪。所以你的基督里的，在基督的身份是你的章，你在圣灵里面的那个全能是你的枪。如果你这两样全有的话，罪犯就是鬼魔就只能怎么样？离开。清楚吗？这就是如何做好神的子民，做好神的精兵的诀窍。你要用你的身份，你要用你的全能，一个来自于基督，一个来自于圣灵。好，下一个，得救者彼此的关系。男的基督徒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自己的妻子，舍己的爱。而且呢，你成为神家的儿子，儿子是不是像中国的那个富人的儿子一样是什么也不做？我们叫富二代啊。神是万有的主，是不是？你做神家的儿子，你的确是富二代，还贵二代，你是最伟大的那个富贵二代。那可是你这个富贵是带有什么？带有圣洁在里边的，是不是？
这个圣洁的品性呢，使得你拥有伟大崇高的身份和能力，但是你从来不滥用它给自己。主耶稣拥有行神迹能力，他有没有一次用他的神迹来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没有，他所有的能力都是用来满足什么？别人的需要。这就是恩赐，恩赐从来都不是用来为自己的，恩赐从来都是用来服侍别人的。所以你如果真的是神家的儿子，你有他的神家的儿女的身份，你从此就不再为自己着想，你为父着想，你为神家的大图像着想，你为教会着想，你为别人着想。自己的事儿神会看顾，别人会为你祷告，你只管去为神家的事看顾，去为别人祷告，其他的事神都会照顾你。这就是神家儿子生活的方式。你不再是为自己活，你是为神活，因此也为别人活。Okay, 你这样做，你自己所有的需要神一定都会供给你，因为神是什么？是爱你的父，也是全能的神。Okay, 所以这个是讲到男基督徒，也代表所有的基督徒啊。女基督徒有特别的一个要求，那就是女基督徒呢要像教会顺服主那样顺服丈夫。这个我知道在现代是属于叫做 politically incorrect， 政治上不正确，但是呢这个是幸福生活的诀窍。如果丈夫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一切都是为了他的喜悦，妻子顺服丈夫，尊重他，让他做最后的决定，即使他你给了你的意见，但是即使他是错误的，你也这个跟着他去，然后最后呢他自己会慢慢的会调整他最好的，知道什么时候听老婆的，什么时候不听老婆的。那个这样是幸福生活的诀窍。然后呢这个女基督徒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天使的老师。对，女基督徒跟男基督徒，尤其是丈夫跟妻子的这个位置啊，是地位平等，角色不同。就像三位一体的诀窍一样，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灵，地位平等，角色不同。在神家里面，在基督徒的家庭，丈夫跟妻子是地位平等，角色不同。在教会里面，不同恩赐的人也是地位平等，角色不同。在社会上、国家里面，那个没区别，那你可以完全平等。但是在家庭和教会里面，的确要有角色的区别。这是因为这是你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包含这一点。你要活出这一点来，你就真的是得了神的奥秘了，你也在地上尝到天堂的滋味。你或者是彰显天堂的形象。Okay, 那么基督徒的女生去顺服她家的丈夫男生，那她的不是因为那男生一定是多么好或者什么，对，她这样做呢是因为这个女生要顺服主。Okay, 她这样做的时候呢，这叫做头上有服权柄的证据。在古代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们真的带一个物理的证据，就是蒙头，用一个头巾。现在你不再用头巾了，用不着物理的蒙头，你只需要心理蒙头。你尊重这个神创世的次序，神先造了男人后造了女人，目的为什么？就是为了这个在建立家庭里边的这个地位平等，角色不同。 okay, 男人要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体，女人爱丈夫像爱主一样，那他目的就是建立这个东西。 okay, 那么你要做到这一点，心理蒙头，女基督徒若是你能够心里蒙头，你是为了天使的缘故。那么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说，那是讲他自己，说是我们是地上的一台戏给天使观看。所以圣天，这是讲的圣天使，不要忘记圣天使没有堕落，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更圣洁，是因为什么？他们是蒙选的天使，神保守他们没有堕落，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受教育。什么样的教育？就是在神家里面地位平等，角色不同，或者是角色平等地位不同，都会让我们有平安有喜乐。okay, 男人跟女人在神家里面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是地位平等，角色不同。天使跟人类是角色平等地位不同，因为人类得救的人类是神家的什么？儿子，对不对？圣天使是神家的仆人，但是我们做儿子都要服侍谁呀？服侍父。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那个头生儿子，神的那个头生子
我们和他合一的那个，我们的属灵的丈夫和头，主耶稣基督乃是圣父的永恒的仆人，是不是？那个好儿子是让父亲为他骄傲的，要服侍父亲的意愿的。那么既然主耶稣基督是服侍圣父的，我们和主耶稣认同，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服侍圣父啊？是不是？要不要？愿不愿意？愿意。那么如果圣父说你们要彼此服侍，就是服侍我了，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阿们。 OK， 这个就是你怎么样活出你得救的生命来。下一个，所以女基督徒啊，姐妹们，你们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天使的老师。Okay，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不要忘记，以色列是神本来的选民啊。神曾经说过，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头生子，我的长子啊。那意思就是说，他是在万国当中首选的。那以新约呢，本来是给他们立的、预备的啊。在这个耶利米书31章31节和那个以西结书36章26节啊。那么以色列呢，滥用和背弃了神的爱，所以被神管教，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教会呢，是神主权拯救和赐福的，为的是要让以色列嫉妒，好在末世得救。所以教会呢，千万不要骄傲，而是要爱以色列，救犹太人。Okay， 尽我们的努力。我们不可以骄傲，因为你们要骄傲了，这个惩罚和管教也会临到我们头上。所以任何恨以色列的教会都有一个大问号，是不是真教会？至少它不是一个一致的教会。Okay， 所以教会呢，这个现在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以后呢，这基督的心腹要被扩大，要把旧约圣徒也加进来，这个大灾难圣徒也加进来。Okay， 这是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好，最后我们来读我们今天的那个主要的经文。Okay， 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既然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所以我们是在恩典里得救的，我们是神家的儿子，不要回到做孩子、做奴仆的那个位置上去。Okay， 我们在恩典里得救，也要在恩典里顺服，在恩典里感恩，在恩典里称颂，在恩典里去征战，为主做工。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这样伟大的恩典，你在万古之先就预定了拣选我们做基督的心腹，做你的儿女，做神家的儿子啊，让我们甚至于有将来审判天使的权柄，让我们今天有抵挡鬼魔的权柄和能力。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伟大的身份，实在是我们不配，然而这是你的主权，我们就感恩的接受。求你让我们理解这所有的背景，所以让我们在今天的行为当中能够完完全全能够依靠你的权柄，也使用你的能力，能够活的是最有功效的你的儿女，你的仆人。以基督的圣名祷告，